色来告诉大家，这是有200万的购普，还不过来，很酷酷。再来，200万的购普，用一般购普的影响。再来，你知道这个车子的按键有多烂的，那不能出来。再来 ，IT 是阉割版半套，前门可以开，后门没有 IT。最后，百加速很烂的话，明天就把这台车卖掉。5.49，那还可以接受啦。虽然前面有那么多缺点，但5.49，这个描述我很喜欢，我们可以把它留下。